A 集合有元素 A、C、D， B 集合有元素 A、E、F， C 集合有元素 C、F、G。试求一小题 ，A 交集 B， A 交集 B 的话就是 A 跟 B 共同都有的元素形成的集合，所以就是 A。第二小题 ，A 连集 C，A 出现的 C 也要一起出现，啊，那同时都有，所以都包含。所以 A 连集 C 的话，它的集合是 A、C、D， 那 C 出现过了，不要再写 F、G。第三小题 ，A 交集 B 再连集 C， A 交集 B 我们知道第一小题是 A， 那再连集 C 的话，所以 A 交集 B 连集 C， 它的集合的话是 A、C、F。G。